知道女儿在家没有。哎，我这给我女儿啊送着胎毯。哎，那么冷的天。翠花，翠花，虽然不在家。哟，你咋来了？你在家呢？我不在家，我能去哪儿啊？小陈啊，你看妈给你们呀、啊。带来泰坦让你们尝尝。特产？什么特产啊？白菜胡萝卜啊，这我们家也有，还用你带啊？小陈妈那么远来看你们，给你们拿的。嗯，翠花呢？怎么没在啊？翠花上班去了，晚上8点才能回来。现在几点啊？还想见她呀？晚上吧。你来就来了呗，你带着鸡鸭鱼肉也行啊。小陈妈给你送的特产是妈那里啊，这是好吃的。好吃？好吃个屁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啥都不要，我就要肉，你有吗？没有赶紧滚啊，我这也不让你住，这没地方住。小陈你呀、啊、怎么干嘛走啊？哎呀，妈还没看到翠花呢。还看你女儿看什么看啊？啊，当初你女儿嫁给我的时候你拦着干嘛呀？啊，现在她嫁给我了，你能怎么着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就不让你看，你那么拿我怎么着？当初我也没有拦着啊。你这话说的，小陈你说话怎么不讲道理啊？还没拦着啊，当初娘子彩礼干嘛呀？妈，翠花，这又是我的未婚夫杨小陈。小陈是吧？嗯，你跟妈说的就是这个小陈啊？对妈。嗯、我们准备尽快结婚呢。翠花，结婚可以啊，这个彩礼有没有跟他说啊？我们要彩礼的。那个阿姨啊，你拿别怪翠花，其实翠花也没说这个彩礼你想要多少钱啊。彩礼现在小陈啊，彩礼我们这儿有规矩的，彩礼都要20万呢，你啊回去准备准备。阿姨，这20万是不是有点多了呀？我也拿不出来呀，我最多只能拿出10万块钱。妈，我表姐送的不是才13万零1400，你怎么跟小陈要那么多？翠花，妈不管，反正彩礼啊，要20万，没有20万，小陈啊，别想娶我闺女。那行吧，那我想办法把这20万凑齐吧。反正要没啥事，我先走了。我等一下去找你哈。行。你看你把他吓的。翠花，现在都是这个样子，你不知道，你小孩子懂啥？妈叫那么多拿不来啊，妈不愿意，不同意把我闺女嫁给他。哎，知道了，回家吧，冻死了。当初要弄的彩礼我凑了多少钱才凑齐啊？现在我在外边踏着账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啊，我也是为了我闺女啊。哎，我希望你们能过得好好的。哎呦，20万彩礼不算多啊。20万还不多啊？那你想要多少？30万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不想看你，赶紧给我滚啊，听到没有啊？小陈，你滚，你说啥呀你啊？有啥好说的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没事别往这儿跑。跑什么跑啊？这大冷的天，不知道翠花去哪里了。我见不到我闺女啊，我是不走的。门都关上了，我要去找我闺女。哎呀，天真冷啊，小陈，人呢？哎，今天咋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是不是8点才下班吗？这是啥呀？还有我妈，她说今天要来，到没？你妈？这不是就是你妈拿的吗？还有啊，你妈呢？想在这住一下，我不让她住，直接把她赶走了。你把我妈赶走了，杨小陈。你居然做出这样的事儿！做这啥事儿啊？啊，咱俩结婚了，凭什么你妈过来住呀？凭什么呀？啊，当初你妈要弄到彩礼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劝劝她呀？她要那么多，现在在外面还赊账呢，你还好意思问我呀你？彩礼，你还在为彩礼的事儿在这里耿耿于怀吗？就是因为彩礼的事儿，咱们家现在那么穷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20万彩礼我妈一分都没动，都在我这里呢。你上一份去吧你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说不住就不住，这是咱俩过日子，不是跟你妈过日子。我告诉你，咱俩过日子，我告诉你，妈只有一个，老公可以换，还有。
良心吗？那是我嫁给你，我在这里做牛做马当保姆，你妈我婆婆我是带她像亲妈一样呀。人心换人心，我的真心换来你的啥呀？你就这样对我亲妈吗？你滚蛋玩意儿！你行了你啊！你瞧在这给我啰嗦，要过就能过，要不能过咱俩就离婚。你我怕你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早就给你过不下去了。你看看你妈那样啊，天天愁眉着脸，还嫁给我是委屈你咋了？我妈怎样不是你可以评价的，我妈含辛茹苦把我养的，她不是你随便可以评论。你怎么了？你知道还要打架？你给我滚！我管不过了，滚吧！我告诉你，土特产我拿走。拿走吧！你有我想要啊？下午滚！下午就离婚，谁不离婚谁孙子！我罚你啊！我诅咒你一辈子娶不到媳妇儿！你说啥呢你啊？你败家娘们儿！气死我了！嫁个什么人呀、啊？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？天底下，妈，天气那么冷。这我妈也不认识字儿，她怎么回去啊？也没给她买票，来的票都是我给她买的。我妈呢？好冷啊！妈，妈，妈，妈！翠花，妈，妈起来，妈起来，翠花，起来，妈！你怎么来了，翠花？妈，我已经都知道了。您那个女婿啊都不是人，妈，妈，您受苦了，女儿让您受苦了，以后不会了。翠花，这么冷的天，妈来看看你，没想到你不在家，那个小陈啊就把妈赶到外边，幸亏你来得早，要不然妈在这里等着不知道往哪里去。妈，您含辛茹苦将我养大，妈，这样的渣男我不要，我以后再嫁我就要嫁对您孝顺的人。妈，咱回自己家好不好？翠花，那走，翠花，跟妈一起回家。